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袂吃不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草啊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要吃不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草啊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阿兰些朋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真欢喜一个加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一、拜三、拜五，一波是两点开始，阿加四点。有我小弟阿宏成坤。甲咱诸位网友观众啊，做伙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等。来，咱来看这则新闻啊，地方的啊吼，你甲看阿宏诶，头一个反应确确实实是对的，你甲看。李朝卿涉贪，搁再做县长，那么当然民众就不服啊，吼骂甲要臭头去啦。当然第一个时间我就讲啊，你对唔对？那么伊这是利用伊的职权贪污啊，啊你搁来可以复职，啊这样哪对？一想就知影，对唔对？那么过去我咧讲，过去像迄。当然啦，包括民进党的啦，吼。那么啊，这个当然迄个啥，当然是嘉义县长的什么吼，什么什么会啊吼。
那边的孙阿娘，利用这款贪污的，这种的拢绝对一定的孙阿娘，袂使有福气的，吼，袂使有福气的。所以我定安尼讲，这个讲，或者大家拢专家，是不是？啊，定这个法令，可怜啊，是不是呢？台南县长李朝卿涉贪遭受到起诉，2000万元交保，向内政部申请复职，通过吗？啊，无啦，哪有啦？这个对不对啦？啊，那么消息传来，传回这个南投，当地未少这个民众，拢相当的这个气愤呐。你们讲县长涉贪？那么甚至的时阵啊，连风灾工程嘛要提回扣，实在无适合搁再管理关键。那么26日暗时，哦，南投县长李朝卿以2000万元交保，隔当天就随向内政部啊来申请复职。最新结果出炉啊！内政部已经同意啊，这个是怎样啊？这种的过时啊啦，哦，这种过时。这个新闻应该是哦对了，29嘛，你该想对不对啊？这29的嘛，来，咱赶紧来讲讲的，来换下面的这个连续。所以隔天讲对不对？当然，就申请我就在骂，对不对啦？哦。啊，那么内政部长李鸿源过去处理拢是确实交保啊，无一审具体这个求刑，那么会根据地方制度法哦，必须那么可以啊来复职。那么李鸿源伊在讲内政部唔是法院啦啊，所以伊无法度人断定啊，这个李朝卿是唔是讲有罪啦，还是无罪哦？但是依照地方的这个制度法。那么必须爱护李朝卿爱来复职，只是消息传出了后，那么未少南投官民啊，唔免讲南投官民啊，都阿方我都讲过啊，这根本都法令安尼唔对伊啊，哦，所以我慢慢甲臭头去，对不对啦？那么民众的孙阿娘，吼、哦，覆盖的孙阿娘七八糟，吼、哦，阿个复职，吼、哦，那么记者啊，你无法接受吗？哦，当然啦、啊，民众讲天理何在，吼、哦，是不是安尼先？民众讲啊，这无用啦，哦，那么县长为什么做成安尼先？哦，做甲安尼就对啦，无适合阁复职啦，哦，民众伊就讲啊啦，吼、哦，伊贪污的，吼、哦，那贪污就该一定要抓去关哩，对不对？已经涉案嘛，哦，啊，阁会时阵来管理关键，啊，这好亲像讲。无透动啊，本来就是唔对啊，什么透动，对不对啦？那么民众咧讲讲的时阵啊，李朝卿身为县长吼，却、哦、不知足吼，涉及的孙阿娘啊，提贪污吼、哦、案的孙阿娘啊，高达120多件，其中涉及的什么风灾工程回扣的这个备案，李朝卿吼塑造出来这个亲民爱民形象吼、哦，只有拢。哦，全部毁掉啊啦！吼、哦，啊，这个李朝卿，这个过去出现公开的这个场合，总是有大批民众啊来拥护，哦，各项支持的这个口号啦，哦，这种啊这个情景的时阵啊，真歹个重现啊啦，哦，对不对啦？哦，人讲起说。你会做代志，但是你搁贪污，像阿扁也嘛同款啊！你做到总统搁贪污照常啊！你袂使讲哦啊！啊，你的孙阿娘敢若较早，这个有人讲的孙阿娘啊，贪污贪无要紧啊，工课爱做好啊！我甲你讲，本来就袂使贪啊，工课嘛爱做好啊，是毋是安尼先？所以我定来讲的过去有一挂这个民众哦，拢讲唔对啦，贪无要紧啊，吼、啊，拢讲安尼，哦，意思就是讲，一定拢有贪的，无唔对啦。但是有贪就是爱清嘛，对不对？爱抓嘛，是不是？就是安尼先，免来少讲话，都会算安尼啊！啊，遐侪拢贪的，啊，都一定爱抓，吼，一定爱抓，吼、哦。这是有关的时阵啊，这是正常的啦，吼、哦。这个
那么过来就是讲大逆转啊！吼、哦，你条筋吼继续搁停一下啦！吼、哦，医生啊，这个检察院，这是自由时报报道吼。涉贪被收押，而且国民党南投县长李朝卿在交保了后申请复职。那么，无论啊，华人呐，吼、哦，会算啊，地方人士，甚至会算啊呢，啊，用言要包围官府啦，吼、哦，国民党中央，但对政府对各界这个炮火啊，吼、哦，枪声不闻就对啦。管你去弄，不是管你去弄。所以我常常在讲，你法律的时候，安尼不对嘛。啊，有的就是讲，啊，我都依法行事啊，我无不对啊，对不对啦？啊，所以现在的时候呢，利用一个借口就对了。讲啊，无规矩的时候呢，我无在讲，对不对？我的时候呢，迄阵啊拜鬼，我拜六，那拜六就讲啊，是不是安尼？拜了我就在骂，我安尼那对，我要是我就甲踢啊，对唔对？甲嚎啊，是唔是安尼是？啊，可以去告啊！哦，我的主张是安尼啦。哦，啊，那即马时阵抓到一个证啊，就是讲会当送迄个检察院啊，哦，去看要安怎啊？安尼嘛是同款啊，对唔对？但是伊这算讲伊这个公文有进有咧有。算讲有咧行就对了，唔是我讲全来甲囥下就对，吼阿尾算安尼啊，好一个阿哥再来伊这个迄个申请的算安尼啊，这个实现啦，吼我迄阵啊是安尼，啊但是即马这个会当会算上这个监察院安尼对啊，是不是安尼先？吼、哦，那么申请依法。行政啦，对不对？就是公家处就袂使安尼死嘛。你这爱改管，你以后的那换算讲像安尼，你要安怎？吼、哦，所以说呢，就是我常常咧讲哦，有智慧的甲无智慧。我李宏源，我嘛照常我咧干嘛嘛，对不对啦？是不是安尼先？我讲你的，我像我若像你安，我会甲严啦，对不对啦？是不是安尼先？对不对？啊！结果伊讲依法行事，依法行事，无怪人搁干嘛，我嘛干嘛，你对不对啦？我、哦、这是奇怪，你在台湾都无教人，真正。所以不过的时阵呢，这个坚持却在涨，而这个暗吼涨暗的时阵，大变盘就对了吼、哦。那么这个内政部长下晡，伊完成依法准复职的，但是内政部。到家的时阵呢，昨暗吼早起还阁坚称呢。那么为的时阵呢，立法的这个原意啦，无做推定，以及到以往的这个实例啊，考虑复职案三个这个面相，哦，面相对了，啊，面相，看要多一面的啦。那么依法应该准这个李朝卿啊来复职。但是内政部长李宏源昨暗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以公务员啊、这个惩戒法伫个今日主动将到这个啊李朝卿移送监察院啊来调查啦。那么并且因为政治这个重大依法继续予以停职啦。那么伊并且伫个讲啊。哦，就是啊，内政部长啦，吼、哦。那么这是台湾民选首长依公刑法依上革命，并以停职的这个修例啦，对不对？就爱安尼嘛，是不是安尼？那么李朝卿的这个查某囝张岩表示，因老爸啊看到电视新闻报道了后，感觉真遗憾啦，对不对？需要一时啊时间来思考啦。暂时无法回应啦，是不是安尼先？你着只有你若要迄个，就是甲告安尼啦，尔嘛，对唔对啦？过时阵啊，政府无作为嘛，是不是？啊，那安尼你倒是讲哦，你的时阵安尼啊，你法律徛袂在啦，因为你家己贪污啊，是不是安尼？
伊个发令毋对，迄发令毋是对啦，迄发令毋对，迄是讲恁遮逐个讲遮迄落都敢若一工会用要提薪水，要踮咧立法院，踮咧擦来擦去啦，尔是毋是安尼？要互我早参即种个要来通过？ 对毋对？啊，奇怪，参即种个讲会通过，啊，敢若讲个算也无做，无做诶即个论证，无毋对啊，无做论证，但是你甲牵涉到即个利用职权的贪污，你都袂使搁挖即个挖有职权的嘛？是毋是安尼先？应该安尼才对嘛？是毋是？你若讲啊，即个无管我职权的啊，所以即我过来做也无什么关联啊嘛？是毋是安尼？是毋是？所以嘛，使讲哦，即种的我定来咧讲，哪有台湾人，哪有即种的法令啊？法令当然人设的啊，哪有即种人啊？是毋是啊？讲到到底，拢民意代表，什么硕士、博士，我定来嘛咧骂，是毋是啊？那真简单，讲一说阿黄，那你看到，那讲啊，这都唔对去啊，是毋是啊？我无学法的啊，我无学法律的啊，对唔？我嘛知我啊，这唔对去。那么针对的这内政部啊，为复职啊，甲继续停职，伊的这个大逆转决定啦吼。那么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质疑啦，你质疑什么啊？你搁咧质疑什么啊啦？那么这真明显是由上而下的这个政治指导拜托的啦，伊搁咧乱什么啊啦？那你对唔对啦？啊，你陈其。啊，陈其迈，你搁写啥？恁老爸啊，算嘛贪污啊，是毋是安尼先？哦，对毋对啦？啊，你都按照迄个来啦，你都搁牵拖到顶头去，要创啥啦？对毋对啦？所以我定安尼讲，嘿，奇怪，啊，两党呐，无安尼吵吵闹闹，袂使就对啦，是毋是安尼？啊，你甲看，啊，你讲你外迄款呢？啊，你都根本就咧，一工踮咧吵架拉架啊，对毋对啦？啊，你若着搁变个，你着直接个时阵啊，讲你国民党个无要紧啊，你国民党个时阵啊，你南投县长个时阵啊，你贪污免来使过迄款嘞。啊，人即摆个时阵啊，立宏源安尼先，以上安尼着对啊，你是要搁吵啥物碗糕啦？对毋对啦？啊，啥物个时阵为上指导下安来得迄落啊？搿个无代志，你惹代志，我讲搿即个民进党，我有影看到到底。马英九总统的即个亲信，哦，接连的时阵啊，即个爆发重大的即个弊案，重创伊即个连任党主席，伊的即个规划之后的时阵啊，屁股剥水啊，即那是迄落，侬乱的见缝插针，就是伫个遐啦，对毋对啦？啊，那安尼是，你是要安怎啦？啊，对不对啦？啊，那伊人安尼想，你是要安怎啦？对不对啦？你到以后的时阵呐，你到民众的时阵，目睭白乌金嘛，是不是啊？你都爱安尼想嘛？你这奇怪嘞！那么一边是党内的这个杂音呐，这个意思都种传递，你要安尼拉就对啊啦。啊，你陈其迈，你是咧拉什么啊嘛？那么至于这个李朝景停职的这个期间，以规定会当纪念本皇的一部，哦对啊，我讲的嘛是啊，安尼无唔对啊，我嘛是安尼讲啊，我卖迄落啊迄个薪水互领一半，你甲看安尼无唔对啊，我咧讲的安尼对啊，是不是安尼？那么县长本皇是800红点，哦，800红的点，那么单只。哦，单只为这个新台币落去算是53,075块啦。啊，停职的时阵，每个月有缘会当领26,538.38块，对啦，安尼就好啊嘛。安尼甲停职啊嘛，是毋是安尼？等的时阵，安尼官司明朗的时阵，有定罪，就照常迄落个啊嘛，对毋对啦？啊，就定罪迄天的时阵，安尼就开始甲算啊嘛，是毋是安尼先？那马虎指点，张要阿妈借功刑法开闸就对了。哦，对，当阿本来就是啊。啊，伊无安尼先做，你国民党就绝对倒的。
一定是爱安尼做嘛，是不是啊？你个这个什么啊？你这个热速路嘛是同款啊？这不是讲断尾求生，迄不是安尼是？意思啊，既然讲我咧讲出清廉啊，啊对不对？像这种的，像这种的暴发，就绝对一定爱严办嘛，这一定的嘛。换作恁民进党嘛是同款安尼，你讲对不对啦？啊，难道你民进党啊，干嘛利用你阿扁的手要撑个司法的吗？我是不是安尼想啊？知影？啊，就踮咧拉来拉去，是毋是？那么巩固了解，因为舆论压力真大，对啊，我头一个我就反对啊啦，对不对？我讲，哎，曝光的时阵啊，什么？张随迄条讲什么？郭登刚都要申请复职的，我讲啊，真啊对，是毋是？我节目中我就咧骂，对不对啦？所以我就讲，我总我要做罗政部长，我就甲演嘛，是不是安尼？吼、哦，啊那无可以过嘛，啊那无再来算安尼啊，叫迄种即个改现嘛，是不是安尼是？啊，这个明明都安尼唔对的啊，你这法庭定安尼唔对的啊，对不对呢？是不是安尼？你嘛爱去针对主题嘛对，伊这法庭定唔对的啊，错误的嘛，是不是安尼？啊，那安尼就赶紧的算安尼，你这立法委员是咧创啥的啊？对不对啦？像这迄落也都爱赶紧改啊嘛，这个会期赶紧提案的什么优先嘛，对不对啦？安尼都好啊，是不是？所以我常常咧讲啊，这一尴尬嘛，立法院啊，常常咧乱啊，常常迄落啊，拢也无进展啊。啊，像这种的唔办啊，是不是安尼是？我讲对不对？那这个算安那赶紧的啦。有迄个同意无啊？有啊，牙齿也好啊，三边都随，对不对？头边的算啊，读过第二边的、第三边的，那都顺续当个读个完啊，对不对？好啊，通过安都好啊，是不是安尼先？所以我感觉政府啊，你做这个头路。包括立法委员啊，你这拢要负责呢，唔是讲恁安就好呢？啊，像这种法令定这拢恁立法委员拢要负责，你敢知？啊，你讲过民进党啊，你敢免负责？是不是安尼先？啊，那么巩固了解，由于这个舆论压力真大。那么副总统吴敦义昨嘛亲自出马，啊，甲这个李朝卿啊来协调。那么一度达成先复职，搁再请假降息了。那都安尼生啦，那都安尼生啦。好、哦、对唔对啦？爱民主晓啦，啊！啊你若爱民主，迄阵啊，你若要翻掉啦，是唔是安尼生？啊！公车迄落，恁啊，公车会后摆想要过的时阵，安尼行入迄个政界，对不对？你要甲人选举，要打入这政界，你较干脆的嘛，对不对？你承认嘛，是不是安尼？啊，你即马唔是啊，你即马要搁甲人迄落啊，啊死狗若真是啊定罪，啊你要安怎？对不对啦？所以我感觉吼，一挂政治人物呢，啊，那就搁先请假啦。啊，你阿公，我阿你讲啦，那你这个吴敦义吼，你副总统你也卖做啦，哦对唔对啦？啊，你嘛是无智慧啊，啊是安那都爱先复职，啊再搁请假，啊那是安那，啊，是安那那爱安尼啦，对唔对啦？所以恁这个国民党的孙啊，拢安尼是？你民进党呐，安尼我照常骂啦，是不是安尼是？那么但是，这个案第一章下晡甲要案嘛，那么急转直下，巩固了解。那么展方对内政部原来是无计可施啦，对不对啦？那么只有温准的时阵复职，啊，甲相关单位的这个处理嘛，
那么完全无法接受嘛，在高人的指点之下，亲自出手，这次的是那公务员先改发直接来开闸，啊，和这个李朝卿，哦，会使讲无法选择的，继续啊那来停职的，啊，那么一直坚称依法行政的这个李鸿源，到个昨下晡两点啊，个媒体，吼，啊，伫个开讲的时阵，那么啊个讲四月初三下班进前会以电子公文通知啊李朝卿啊来复职的，所以我得讲这无智慧嘛，对不对啦？啊，伊袂晓迄落，你去戆戆个，我依法行事拢安尼呢，啊。啊，迄种犯唔对，你也要依法行事，我对唔对啦？所以我感觉这个哈，这个都台湾人都拢这样戆的人，啊，在做种首长，啊是要安怎啦？啊，是不是安尼？这戆的人搁在做首长，啊是要从啥个啦？敢那阿峰嘛，知影讲要随头一个要都要安怎处理的？什么依法行事？我敢有讲依法行事，对唔对啦？迄当变通的嘛，是不是安尼？因为你若做对的代志，无人会讲你啦。你违反什么法令？迄本来法令就唔对，你违反什么法令啦？像你讲对唔对啦？法令啊对，你若讲违反，迄就是违反法令。但是迄法令都唔对的啊，是不是安尼？啊，你也要你也要照的，哈，是不是安尼是？但迄无迄个迄个。迄、那个孙啊，什么空军，什么迄、那个，迄本来的孙啊，都十八年就定啊。为什么即马甲讲无做？甘愿的孙啊，互伊迄款的，卖想过，嘛咪算冤枉啊。算讲你有做甲无做，伊迄个证据暴露的时阵，那么宁可判伊无做，卖定伊的罪啦。即马是安尼生啦。啊，但是这有好有歹啊。好的是啥？伊这个人若有做，对唔对？甲判无罪，是毋是讲以后伊会改过自新袂啦？这是好的想法啦。啊，那歹就是害着伊，就讲啊，伊认为讲我做甲安尼，佫无做好啊，我后摆就照常佫做啊，就是安尼生啦，知影无？啊，你即马讲到教育民主啊，大家拢讲你甲看，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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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啊？对唔对？人权啊，拢讲安尼啊，对唔对啦？哦，啊，这你有罪，甲判无罪，是不是？这就是人权嘛？是不是啊？大家都要安尼，哦，啊，后伊后摆看安怎搁犯案，啊，大家再来讲后悔啊，哦，是不是安尼是？啊，讲啊，当时的时阵安尼，哈，都无甲判，无咧都弄啊来，即马都袂搁犯案啦，哦，是不是安尼是？那么媒体在站记者会询问啦，为复职到停职出现大转折，吼、哦，那么是不是有接到这个副院伊的这个指示啦？那么李鸿源在讲无啦，无啊无，你不是安尼讲，正常你就是安尼讲啊，对不对？我依法行事啊，最慢的时阵，我四月初三，哦，下班了后，我就会用电子的时阵啊。公文通知啊，这个李朝卿啊来复职啊，你家己去落啊，你是安怎了后，你嘛爱过说一下清楚啊，吼、哦、对唔对啦？敢那这个假遗憾的对唔？你头一个讲好人，讲你无杀人哦，好人讲哦，头一个讲你承认讲你啊，你有杀人对唔对？你有做是咪？啊，落尾啊，你个反口经讲你无做，像这李永元，你讲阿妈，你讲一下清楚的啊。是不是啊呢？哇，时间超过啊！来，咱休困，听两首啊歌。哇，安尼讲甲拢唔知人去啦！来，唔知影时间，赶紧。一讲半点钟，来，无闲的人。啊，阿红的是不是啊？哎。
啊，伊阁无要出去。阵阵小雨，阵阵落，阿甲身躯澹透透，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要落雨。这款的凄惨日子，叫伊怎样度？去故乡，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惊无？阵阵寒，予伊感觉心也寒。伊故乡在桂林山坡，目睭紧紧看。黄昏时，日头渐渐坠落山峦边，等待月亮出来的时，就要来问伊，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惊无？阵小雨，阵阵落，阿甲身躯澹透透，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要落雨。这款的凄惨日子，叫伊怎样度？回去故乡，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惊无？咱的本性，一心一意打拼为前程，为你献出咱的真情，一心一意伴你过一生。靠我的双手，靠我的本领，做美满的家庭，用我的人格，用我的生命，向你保证我对你的爱情。心爱
是世间最纯情的女性，心爱的，为着你，为着你，为着勇敢向前行。男儿的本性，一心一意打拼为前程，为你献出男儿的真情，一心一意伴你过一生。靠我的双手，靠我的本领，创造美满的家庭，用我的人格，用我的生命，用你保证我对你的爱情。心爱的，你是世间最纯情的女性，心爱的，为着你，为着你，阮会勇敢向前行。双手靠我的本领，创造美满的家庭，用我的人格，用我的生命，用你保证我对你的爱情。心爱的，你是世间最纯情的女性，心爱的，为着你，为着你，阮会勇敢向前行。
一首一首歌，表示我对你的敬意。我来为你献一首一首歌，是我真正的表示。客人的音乐声，轻轻来走起，脚步飘飘在路地。虽然是无你在身边，歌声是为你传千里，希望你会来听听，深情的歌就送给你。轻轻来走起，脚步飘飘在路地。虽然是无你在身边，歌声是为你传千里。希望你会来听听，深情的歌就送给你。后来，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拜三、拜五，一部是两点开始，啊个四点。有缘有小弟阿宏陈坤，甲咱诸位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等。那么咱这个主题，来看出这国民党的李朝卿南投县长，哦，伊的孙阿娘被这个法院，伊的孙阿娘来宣告。这个高保，伊个孙啊，特别过冬工，特别申请复职啦吼。啊，根据地方伊个这个制度，就是讲无做推论啊，所以伊会当复职啦，对唔对？啊，我都讲过啊，但这是要复什么职啊？吼，贪污利用职权，哦，啊，即卖要搁复职，安尼那对。来，咱继续。那么李鸿源伊伫个讲啦，顶个月二十七日收到李朝卿申请复职的这个公文了后，就一直哦，甲囥在遐还袂处理啦，吼、哦，因为爱了解吼，那、哦、是伊地方诶伊个这个算讲这个制度法哦，过去四个案例啦，譬如讲偏北县呐，吼、哦、张。灿红啊，也甲苏合芬啊，哦，苏迪芬啊，哦，啊，甲陈明文啊，这，啊，这案件，对不对？嘛是拢复职啊，是不是啊？呢，啊，既然都有前例，吼、哦，啊，可顺利，吼、哦，伊拢想安尼啊，吼、哦，那么决定后，伊就会顺安尼啊，哦，算讲。算讲无迄个空间就对啦，啊，人因那是贪污案啊，啊嘛是了后，对不对？交保了后，就申请复职啦。哦，啊，像我安尼咧讲，像什么啊？你这个孙阿娘，单机麦啊，对不对？我拄下落咧讲啊，当你是咧，是不是安尼先？啊，像你民进党这嘛，互恁复职啦。啊，你搁咧讲什么啊？啊，什么政治政事的安怎？是不是啊？我讲恁像恁这种人的孙阿娘，
啊，政治乱乱来了，是不是安尼是？啊，啊，那像民进党的这是不是？这算苏迪芬，苏迪芬这个民进党的嘛，对不对啦？张灿宏这嘛是民进党的款嘛，平霸贤这嘛是民进党的款，啊，这个陈明文更是国民党的啦，对不对啦？啊，嘛是老尾啊，嘛是复职啦，是不是安尼？啊，所以我常常咧讲讲恁这个政治人物的，对不对啦？啊，你家己的都拢点点，啊，即嘛那别人你就在点么咧插鸡拉鸡，是不是安尼？恁爱较点点才对，安怎讲恁民进党的嘛是互恁复职啦，是不是安尼？你都爱互别人，互安怎？互无党无派，对不对？像阮这种无党无派来甲定安尼才对。啊，你是咧你是咧啥？哦，是不是安尼是？那阮这无党无派来甲骂才对啦，是不是啊？你这民进党是骂啥呀？啊，那么玻璃发挥伊的这个动能呐、啊，经过所有的这个讨论了后啦，当然啦、啊，你这根本你从内政部长你当来做，你拢唔捌啦，法规你拢嘛唔捌，是不是安尼？你那捌是个啥的？嘛是过去的这内面的这个法规的这孙阿娘，公务人员的孙阿娘，这个介咧这个讨论啊，讲哎，啊那安尼是哦。嘿，安尼我看，佮加一个方法嘞，对不对？哦，这应该算啊，会使哦，上这个依这个惩戒就对了吼，安尼落去加迄款嘞，对不对啦？啊，安尼你就你上面你就当提开啊，人就袂对你啊，你讲对唔对？嗯，啊，这个佫好计撤你吼，啊，直接佮上诶，这个监察院啊，公文发去啊，袂你去对监察院啊，对不对？你去佮监察院讲啊。是不是啊？这种的嘛是一种的这个特殊的办法啦，是不是？嗯。啊，所以说最后认定讲，公刑法是上该适当的这个法条了。那么决定了后，就向这个行政院长江宜桦啊来报告了。那么伊强调了，哦，那么一条一向这个方向啊来规划了，已经一两天啊啦，哦。那么到届时阵呢，昨下晡才来定案呢，是不是啊？当然啦，你嘛要搁清洗啦，迄是无唔对啦，对不对啦？看安尼在做，是不是讲哦，有界的法令还是安怎，这是无唔对啦，对不对？你虽然讲内政部你部长你有权，但是这个较早无安尼先来做，啊，即马安尼先做，当然你爱清洗这东西，这是一定的嘛，无多一种讲话。我说恁民进党，你嘛讲话，你单机麦，你嘛是同款呐，对不对啦？我讲对不对？是不是？这就是生成安尼生的嘛。你袂使讲大主大，因为安那讲你对这法令也无熟啦。迄是你内面的这个党员开会了后，讲啊，这安尼唔对咧，对不对？刚才我咧讲的啊。啊，你这贪污案，啊，你即马搁复职，啊，搁有迄个职，啊，当然你就是有迄个职，你毋才共贪污的啦，对不对？利用这款的嘛，是不是安尼？所以这种的法令本来都唔对的嘛，是不是？吼，啊，你即马有条路通好对这个算讲，这个监察院的吼，这个工程会去啊，是不是安尼是？吼，敢那公务人员啦，有一个迄个工程会啊，对不对？啊，去看是安怎？哇，你这迄落呀？啊，当然，伊安怎？伊嘛爱等这法院的这个判决啦，嘛是赶快来等法院的判决。吼、哦，啊，当然，伊查到是哪查，吼、哦，看伊这个案件，伊这会当去调嘛？刚才伊会当去调的时阵呢啊，这个检察官遐会当去调嘛？对不对啦？是不是安尼？哦，啊，再来讨论讲，哎，啊，安尼，哦，有去看到，有去迄款的啊，这迄落虽然呢停职，哦，对不对啦？都爱安尼生啊，哦，安尼都安尼嘛是一个办法啦，哦，你讲对唔对啦？哦，那么以上甘伊并停职，哦，民选首长是头一个啦，对不对？媒体在追问。顶礼拜啊，甲昨那是安怎内政部啊头一个坚持吼依法的行政啊，即马伊个讲要予本来要予这个单条件复职啊，即马伊个吼伊个会顺安那将到
伊啥物兄啊？吼，搁甲送的时阵啊，检查伊，啊来甲停职安尼是啦。即摆记者就问看伊到底是理由是安怎就对啦。啊，当然啦，我拄仔咧讲的，我就坦白讲啊，对唔对？啊，我都做内政部长，即个法令我都无啥迄落，啊，一个当然一个提起来讨论，我感觉安尼无唔对哦，对唔对？啊，我唔在的时阵安尼啊，啊向的时阵安尼啊。啊，定时的行政院来请示啊，都安尼都对啊，是不是安尼？哎，靠，什么通好去管呢？啊，你的孙安尼，你当机卖，你是咧讲啥嘿啊？对不对啦？所以嘛，使讲像这种的孙安尼，啊，咱从啥讲话，咱要有理气，要有逻辑，对不对啦？唔通安尼翻差价就走。后来咱时间到这做结束，期待下一个第二个单元继续收看这个。阿宏，无所不谈，再见，拜拜。